和声老师 Pin 还有玉柔，哎，谢谢两位。你看了，他们这个是画龙点睛之美，对，这样对底上，这首歌好适合。对，所以他们你看，红花也要绿叶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是绿叶，我是绿叶。没有，而且平常陈冲的工作之前都其实就是也是和音出身，我平常也是个绿叶啊。那今天哦，当红花的感觉真好。哦，恭喜恭喜！哪怎么可能是绿叶？你至少是仙人掌。好哟，那么尖，你是红花，不管不管。不要这么说，仙人掌它本身就是一个叶子，对，所以你要做久了主要。你本来是不是主要的？哎，到最后变成就是主秀了，好吧？今天每一个人都是。多半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，我从半路赶回去，这情关慢慢好弯曲，梦想穿过的细雨，包含了多少的情意。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谜语。看，哎呦，月牙湾，来，一起来看看二号的演唱，来。像你说爱我的语气，像你望着我的。
睛，不想忘记每一个有思念，让我们一直前进。想象你失落的唇印，想象你失约的旅行，想象你离开的一个如果，我有留下你的勇气。我能习惯原谅，这样真的好痛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欸，那个那个感觉就像，哦，好不好？不要停，不要停。一号跟二号，一号唱的是月牙湾，二号是在多远都要在一起，好吧？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哎呀，用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，恭喜二号获胜。Music， 请演唱。这一二号之间呢，我觉得一号绝非池中之物。哎呦，他有一点点太紧张，绝非泛泛之辈。是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但是选歌选错了。对，月牙湾它的前面是比较 peace 的，对，它的后面才爆出来。对，然后它是前面已经冲了嘛，要冲，成冲嘛，冲冲冲，归尊啊，哐冲出来。所以再次印证了一句话，哎，选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这一定要。来来来来，自由自由。这一组是我最难选的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唱歌都很好听，然后而且他们两个的就是，我觉得音频其实是有一点像，就是声线好像是同一类的，对对，所以有点选不出来，但我就最后选了。选了，因为刚好我比较喜欢这首歌。哦，而且他是萧敬腾合音啊，哎呦，是吗？哇，对对对，是。哦，跟萧敬腾合音有什么好伟大的？你要搞一个更厉害。因为我是萧敬腾，对啊，一出来我叫陈冲，我跟萧敬腾同居。活着走出电视，干不累啊？那个电干不累嘛？没有了，因为我们不只有平常合音，然后我们有一次在他的新歌演唱会，他有指名就是我跟他合唱一首歌这样子。他听说还会拉小提琴逗你啊？对对对，逗什么逗什么逗？那错。会不会扬？而且拉的是快乐之歌。因为在台上很紧张，然后他就一直想要引诱我说话。哦，对，然后最后他就跑去拉我的小提琴，但他其实是拉对手的。你也拉琴啊？对，我也是，我是提琴手兼主唱兼合音，然后还会弹 keyboard。刚你一唱，我就说音乐性是很高的。你真的太有希望了。我跟你讲，谢谢。我推荐给一个团体，他们最近有在真人，有吗？你很有希望，是吗？哪个大女孩？先去吃到饱，要先吃多一点。对对对，这样很容易退团。我们对面家乐福那边有几家吃到饱的，赶快填一下，半个月你就能加入，有机会，算有潜力的，加油，猛加。于西，你不能加入大女孩，好，太小资了。我努力看看啊。